爆速啊！哇，又抢吗？又抡了！阿信，飞松，我在卖玉米哦。走，飞松，玉米怎么卖啊？玉米啊，哎五。哎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喂，这不是还有吗？有生意都不做啊？哎呀，上次一车的豆腐丸都被你们吃完了，才卖了1块钱。哎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亏死我了。哎呀，这次给你买一点，不要那么小气嘛。就是嘛。哎，这次说好哦，冇得事哦，在西海要限时哦。哎，那个玉米，哎，5块钱一条。五块就五块，买。啊，明个两个小哥叫俺爽开没有？你买到便宜过条。哎呀，蠢了。哎呀，用咬九条。哎，你这边都没有多少条，全部要。就是全部要。哈，全部呀。哎呀，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！哎，祝阿亮阿老板今年发明年发啊，养鹅养鸡养鸭仔轻轻胎啊，养猪太过牛，养牛太过火叉条啊！嘿嘿，飞松，嘿，大人二发财，你听？嘿，是讲人讲爱条做鸡，哎，一穷生一条，生一条，一五得五，二五一十，六十，只讲人算你五十好，50啊！你有没有算错哦？算错啊？哎，是唔得唔，你唔读也是，你硬是一条咩绿色咩？我说老鼠都很用搞哦。你哪边了？我讲你说哪边咩哪边哦？你说你八虎呀？你喊事哦？买的东西都暗眼望到哎。来看好，12条，5块钱，2 5 1 10，15 得5，多少钱啊？12条玉米才15块呀！哎呀，俺不信你，俺自家算到会。12×5，2 5 1 10，15 得5，15。哎呀，信不信嘛？干嘛？好像哪里不对呀、啊。